我暫時未見到佢。即係陣間可能轉頭喺後台都會見到。可能會，啊應該會。咁平時自己有冇睇泰劇啊，或者泰國電影？之前都有留意，同埋我覺得泰國嘅即係電影啊，或者係廣告啦，即係佢哋嘅創意都係好搞笑，即係好新穎嘅。同埋我都幾中意睇泰國嘅一啲，譬如驚慄片啊，我覺得佢哋都做得幾好。現在泰國的 BL 劇很受歡迎，自己有沒有看或者有沒有興趣？都有留意的，是啊，但是你說真的特別留意哪部看哪部，那又沒有，但是知道很多人都很喜歡，是啊。有機會去泰國哪裡？我覺得去哪裡都可以啊，因為泰國其實我自己本身都很喜歡去，即基本上以前每年都會去一次，又近，又多東西吃，最喜歡吃泰國那些東西。咁啊，再加埋，因為我覺得嗰邊嘅即係嗰啲神話啊，即係傳說啊，都好多嘛，係啊，即係好似我哋其實香港都有好多呢啲咁樣嘅，即係傳說啊。咁我覺得即係如果去邊度拍，我都覺得可以嘅，係最好就過去泰國拍，梗係好啦，可以食多啲嘢。自己去泰國嗰邊咧，自己印象深刻啲。印象深刻啲啊，都有一套嘅，不過我唔係好記得個名字，因為佢又。佢又驚，但又我又覺得幾搞笑，好似係啊，係咪啊？跟翻去翻嚟，係啦係啦，類似，但係都好，但係側邊啲人係好好笑嘅。泰國州長，係咩？係咩？咁我有冇得去泰國發展下咁樣嘅機會？咁自己有冇話特別中意泰國嘅邊個明星咁樣啊 ？Artist， 泰國嘅明星，你有留意開？我知道很多韓國即係嘅 Blackpink 嘅 Lisa 是泰國噶嘛，咁我都幾中意聽 Blackpink 嘅歌嘅，係啊，同埋之前想聽演唱會咯，不過好難買啊啲飛，係啊。之前同阿紅拍過 MV， 係當中有冇啲即係要啲鏡？係咩鏡頭？親密親抱你，好似唔係好親熱啊，我覺得抱你。哦、可能因為我拍那個 MV 最深刻的印象是即是故事當然很慘啦，還有拍之前有聽過首歌，我覺得首歌其實個旋律我自己很喜歡的，咁跟住就但是因為我拍那天都很多都是我自己一個人吃嘢啊，因為個故事係其實講兩個人分開一段時間，咁我基本上由開工就吃到收工，所以都好似幾開心咁樣，即係個故事很慘，但我就拍得很開心。同埋都有啲，同埋好開心係即係阿峰就啲，因為同佢合作過好多次啦，咁所以又好順利啦拍得。咁拍嘅時候冇啲男士自己好深刻印象？男王士我冇諗過佢，好似好容易就抱起咗我。係啊，係，因為我嗰日因為佢本身有傷嘅，佢啱啱就開完工就好似都有腰傷定腳傷喺身度嘅，咁我就。好擔心佢會唔會，即係好擔心佢嗰下我自己跌咗落嚟，我就同埋因為佢拍嗰個鏡頭之前，我自己喺個即係開緊工嗰陣時候，有好多鏡頭都係食嘢嘛，我係好擔心啊嘛。咁但係冇諗過佢好似輕到好似，喂、哎，我覺得佢好似輕到好似毫無係咯毫無力度咁樣。我仲見佢之前喺度做曬，即係又扎曬馬，跟住又做下掌上壓啊。咁我諗緊死啦，即係要你。即係好驚你個腳傷會唔會有事？陣間我成個跌咗落嚟，我其實比較擔心自己。因為呢部呢、這個 MV 故事好慘情嘅，好似虐心啦。咁拍嘅時候之前有冇醖釀下？醖釀下，都有嘅，都因為之前佢哋有 send 咗首歌俾我，係啊，咁所以都即係有時拍緊嗰陣時候，都導演都有同我溝通啊，同埋播翻嗰首歌，即係俾我哋兩個可以。即係快啲入到嗰個情緒入邊，係。合唱版。嚇？合唱版。合唱版。係喎，可以喎。挑戰下自己喎。如果大家即係完全有興趣，即係係想聽我呢把聲嘅，我覺得係絕對可以，我都有興趣向呢個歌唱事業發展下。嚇，係咪大家都會有咁樣嚇？有興趣。梗係啦，唔係你哋俾錢啊嘛。係喎，就嚟情人。情人節嗰日有安排啦，因為嗰日都要做嘢，都要開工，咁就約咗一個
男演員啦，係啊，即係我哋要圍讀嗰日，嗰日要開工。係男神級都算係，係都啊，唔係都算係係。香港定係其他地方？香港，香港係香港係，即係為自己謀福利啦，係咯，因為我本身係咩日子都得閒。就唔係咩日子都唔得閒，就淨係得情人節得閒，所以我就約咗佢情人節嗰日圍讀。咩 job？ 因為嚟緊要開戲電影，係啊，咁就希望開工之前大家可以熟耐一陣，即係同埋因為我同佢嘅關係係情侶嘅關係，係咁，所以即係早啲見面會好啲嘅。即係真嘅電影同呢個男神好多親密戲咯。戲入邊都有多親熱戲嘅，係啊，即係大家嘅關係去到都認識咗好耐咁滯，係啊。我唔緊要啊，我哋可以朝頭早圍到晏晝，我有好多時間。嚟啊，我都仲等緊人約嘅，快啲 send 俾我。Thank you。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